黄子华、张继聪同埋陈湛文等嘅一众演员，琴日一齐到佐敦为贺岁片泛起公心宣传。佢哋齐齐写挥春集戏，希望戏院能够尽快重开，贺岁片能够上映。对于因为疫情而令工作变得浮动，子华神以一贯幽默嘅态度笑看疫情。当然系打乱啦，但系你已经习惯咗乱啦。即系呢几年咧，我觉得大家其实所有人咧都个适应能力好高啊。即係而家調翻轉頭話，如果有邊個同你講，好正常嘅咁啊，唔係啊，淨係話我五月我做咩，你就會咁樣咯。即係其實大家而家都好識得當下，係啊。我哋近來都係最勁嗰句嘢啊嘛，啱啱啊導演先醒我嘅，就係、是、見步行步。咁但係見嗰步行嗰步都要講行得靚唔靚啊嘛，希望行靚啲咯。子華神再度發揮棟篤笑子組嘅本色，大爆金句。是啊，我仲有一句金句，就是而家虽然是躺平，但要栋笃咁躺平。是啊，平得嚟又要撑住。而好爸爸张继聪反而高兴能够多陪伴女儿。即我自己都觉得喺呢两年都好彩，即系个女儿都可以陪到好多成长嘅时间。但系因为佢而家又变翻网上上课咧，我有少少我噩梦又嚟，我又要帮佢每日同佢一路上嗰啲 Zoom 堂啊，下昼又要睇翻啲功课啊。咁所以呢排其实我觉得我工作量系大增咗嘅。即是不用上班但要上学，这排我又再读 K2 咁咯，比较大镬呢样嘢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展鹏，星岛头条 Apps 升级之选，你装咗未？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！